你睡前都要数羊吗？25只羊，26只羊，数到第几只？越数越清楚，安尼讲对。哈？咖爸买当做奶粉哦？我他都唔知。是咖爸，不是咖爸啦。什么是嘎巴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大脑里面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，可以帮助我们放松神经，舒缓你紧张不安，让你更 peace。 它就像神经系统里面的分泌鼓掌一样，该睡觉咯。搭配芝麻素，那就像是保健室里的小姐姐，效果更好。睡前两小时喝一杯好梦奶粉，每杯的好梦奶粉里面就含有50毫克的嘎巴，是精选玄米搭配天然的乳酸菌下去发酵萃取而成的，不只要睡得好，还要睡得巧。一夜好梦，祝你好梦，今晚爱困巴巴哦，晚安。